眼根受色，耳分别声，鼻嗅诸香，舌视于味，所有身根贪受诸触，一根分别一切诸法，六情诸根各个自缘，诸尘境界不行他缘。眼根受色，六情诸根各个眼根受色而分。辟邪，妖孽退散。雷音圣地不容外道。
债有主，哪怕遁入空门也无法解脱。